sailing vessel, tall ship.我们要下船了，船非常的摇，坐了很摇的小游艇到了岸上，这里好多的游览车等着我们。 And that volcano is for us, like 3 minutes ahead.整个雾茫茫的，天气太多雾了，伤脑筋。In proper topographic maps, you're going to find it as Lake Todos los Santos, which is the right name. In touristical maps, you'll find it as Hebron Lake. So, this is one of the largest. 我们出航了，我们要去看。听到水声了，我们现在要去看瀑布。这个小瀑布川流很急，这个是火山爆发时的岩浆流过来的颜色。回程要上游览车了，等一下去吃午餐，听说吃得很好。Look at that. Third stop just for the pictures and then we continue, okay?这个就是 volcano 火山，实在很漂亮，很壮观。我们终于到餐厅来吃午餐了，等了很久，肚子很饿。我们在这家豪华餐厅吃午餐，有红酒、柠檬酒，还有三文鱼，吃得非常的好。
毛巾小可爱，乌龟，青蛙，这是什么？孔雀，哇，太厉害了！我们来到圣地亚哥的 San Antonio。我们下船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些小渔船，他们可能要出海捕鱼。这边鱼腥味非常非常的重。这里有好多的小渔船停在海上，沿着海岸线走，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小摊贩，可是我们不知道披手换钱如何换，然后他们的英文讲的我也听不懂，我们讲的他也听不懂，就这样。$140. 空手而回，好可爱哦！哇，这里卖的糖果五颜六色。我们来到他的鱼市场，新鲜的鱼货。他们拿贝壳杀出来，直接撒柠檬就提前吃。这里的街景，在这里的街景，圣地亚哥也有在卖。富本达这边感觉好像就是有点破旧吧，整个都没有建设的感觉。我们来到这一家智利的服饰店，好像是什么都有在卖，然后呢很多的警卫驻守。我们要来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用$10换了8000多的披萨，好划算哦！这个感觉，这钱很大很大很大，可以花。大家看到海这边起雾了，而且一整片这样子，整个从海上飘过来。我们在今天遇见叫勃朗明哥，我们回到船上了。嗨。这条小船准备把这个船是应该是补给油的，加油的。小汉堡，今天的盘式实在是太漂亮了。
我们坐上一号公车，跟同船的人一起出发。我们两个大傻瓜，傻傻的跟着几个英国人上了一辆巴士，然后坐了三十几分钟的公车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现在下车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干什么，就跟着走，跟着付钱。我们要去找喝咖啡。现在要他们说跟我们说要去喝咖啡，那我们也跟着他们去，超搞笑的啦！这是智利耶，共产国家耶，我们竟然踩在这个土地上，哇！我们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其实我有点紧张就是。这里是哪里？我们完全不知道，就跟着我们这条船的英国籍的人一直走就对了。我们来逛市集。这是街头艺人的表演，他是木偶人。这里有好多街头艺人在表演，非常的漂亮在这里，然后街道非常的干净。进来买打折的鞋，两双才15000 peso，合计大概18块美金左右。这群可爱的人呢，因为走到这里之后呢，还要再继续看地图，所以他们围在一块看地图，研究一下我们要怎么回船上或者去吃午餐。我们现在坐公车要回船上吃午餐了，现在已经下午2点多，有点晚了。我们要回到船上来了，今天惊险的一天，也很好玩的一天。